Hello，我是你们的 Jack 老师。你在为记忆英语短语而发愁吗？试试每天来说五分钟，让我带你看公式、听例句、记短语，配合元音，熟练掌握这些生活短语。Wait for. Wait， 等待。For， 为了。合在一起就是等待某人事物。Wait 表示等待，通常都是不及物动词，介词用 for 来接上后面的需要等待的人或者具体的事物。Holly is waiting for us at the bus stop. Await 等待、等候。 Await 是及物动词，后面通常要接的是抽象名词，而且较为正式，通常用于书面语。Ken awaited the results of the test.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一定要关注我们，留下你的收获或者疑惑。更多更好的英语干货和学习技巧等着你哦！英语学习路上，我们一起成长。